号两队同时进行，第一棒抽球会抽到号码球，比如说你抽到二号，那就进去里面竹林里面会挂有二号的题组，你就找二之一、二之二、二之三、二之四、二之五回来比给你的下一棒猜，用笔的五个图你通常背下来。为什么要戴安全帽？哎，我是叫冷静。好了，这是在打蚊子吗？顺便打蚊子啊，不是，还好最后还是锁定。锁定。打破。站好。Come on！ 好。锁定，答对。哎，答对。哎，有没有看到您队长奔跑的声音？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很旁边的。Hop。石刀壁画，我一个人在家，乖乖在线插花。哎，我叫你们进来。他们抽到难题，在上面。干嘛？加油！加油！快！赢就赢喽！最后胜利，耶！锁定，恭喜黄队获胜，耶！太强了，很强，这个超难，锁定，当然锁定，答对啊！好，目前是9-11，黄队还继续可以拿牌。从下面，对，好，预备。第一题，请看，一、二、三，熊。OK。熊熊嘛。第二题，请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谢谢孔刘。孔刘，我爱你。你讲梁鹤群，我爱你，爱你，孔刘爱你。我们本来就预设掉，对，我们本来就预设掉，因为我也会那么烂。好的，真的。20-11，来，可以抽一张牌。好，我们的扑克牌上面还是可以决定输赢的。我抽。接下来每一位要盲抽3张，3张完之后1-1 PK。各位，大老二规则，大老二最大，再来 H 13、12、11。以此类推，最小是3。如果一样的话，就比花色。1、2、3，开。好，我已经一胜。来，你想一下要出什么？第二张牌。想好。嗯。我赌号。来，往前挪牌。1、2、3，开。
林志颖一两。你怎么来这一个？因为我刚刚拿，就是我刚拿错了，就是小刀大我排错。好，一比零。一比零，快下来。换你。你知道你要这个切吗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就打个这个赢，我们就赢了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对，打个赢就赢了。好。黑队听牌，两位出列。加油，加油。排出来，请开牌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。好。哦，他大的赢我们小的。哦，那这个就是要让你赢的。二没了。好。来。猜不到我要出什么大。你知道你不能输啊，你只能出最大的。没有。没有。三、二、一，开！啊！好，再一个，各位，再一个，各位，再一个，结束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开！一、二、三，开！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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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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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